大家好，我是阿玲，今天由我们的小兔梅一道为大家做凉拌腐竹加木耳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大家好，我是一道，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泡大概量两个小时，焯上一分钟，不要太久。焯水的目的主要是让它取出腥味或者臭味。两勺生抽，一勺蚝油，一点葱油，一点鸡精，一点辣椒油，一点醋，一点洋葱，把刚才的腐竹和木耳倒进去，白色，放点香菜、小葱，然后搅拌均匀。这里。拌好了，然后放在盘里面，好吃又能下酒。要不配上一瓶二锅头。